去，在这个人间，茫茫的人间呐、啊，播出了迄个菩萨王来，所以菩萨的因缘一直接挂来。这时候，师父这世人无后悔，甲遮侪人结遮侪好缘，有缘呐、啊，大家人投入。甲初者呢，从零开始了，展开五角银的竹筒岁月啦。迄个时的三十个妇女，甲现在呢，已经是偌侪啦呢，很难量数，迄、那个量数啦，真的是很多。这都是呢，当年呐、啊，从五毛钱开始，我师父做祖先，那看到祖先呐、啊，咱所看到的，遐孤老无依啦，有病无人照顾啦，所以咱才开始讲吼，咱一定爱去病。所以祖先的后面呢，紧接着去病院，去病院呢，才发觉到讲吼，我爱培养人才，这都是呢，真很感恩。所以最近的想讲，本来都无五角银会当，哪里有灾难，慈济人及时。都动员起来，这种东西哈，恁哈爬山涉水，恁拢有照顾，这都是哦，慈济人要盘点一下，咱的生命，敢那庸庸碌碌来人间，细汉甲大汉啊，结婚生子，家庭事业。敢敢那安尼尔定，唔是哦。人生呐，敢那为家己，安尼真庸碌忙碌啦。和你讲吼，偌成就都是安尼过，没有什么。总共一句呢，咱爱人生呐、啊，爱把握时间。咱的生命，这一大段的人间呐、啊。咱到底呢用在什么所在？所以师父最近拢爱甲大家人讲生命盘点，甲家己呢看看咱做偌侪代志，或者是浪费偌侪时间。咱的时间甲咱的能力是富有投入人间。或者是呢，富有消费在这样的污染的人间，令污染享受啦。只是呢，碳足迹的生活，对人间一点都没有帮助。过去的迄种的消耗真多。现在呢，要让师父来成就呢，为人间的事业，可以帮助人很多。师父的事业，组织的这条大路，就是安尼啦。这马手皮也提出来，为师父要做组织的事业付出来。去抹手皮，这也大有人在哦。因缘成熟，我们做得到，咱为人间去付出，安尼就对了。所以吼、哦，看到因这些人安尼发心，做小工也要发心，做大事业也大发心，这都是。用一粒心，
建立了迄个信。师父呢，真感恩，就是讲哦，我这世人呐、啊，都、就是互人相信，互人相信。九日一，我钱伫倒位呢？唔知影，去到中部，看到迄地震过了后，去走几天呐、啊？看啊，这间学校也崩啦，迄间学校也倒啦，这囡仔要安怎？囡仔呢？学年有限，学校若无紧起起来啦，这囡仔读书拢大步旁，迄、那个中间伫中部，待遐直直等，教育部要甲我讲吼，拢总倒偌济学校，伫咧等教育部。传给我的传亲，我人伫台中，徛伫遐。静涵、林碧玉、甲王端正徛伫我后壁。我甲这张纸才长才掠落来，摆伫桌啊哩。我看，我毕业起来呢，哦，这间我都爱交，迄间交交交，交到吼超过三十间啦。因就甲我后壁就出声啦，师傅，你已经交遐济啊，三十外斤啊呢，我都无差面阁交。伊就讲：哦，师傅，你拢交大斤的呢。我回过头来，甲伊应讲：大斤的咱无交，啥物人要交？所以总共交起来五十间学校，它的造型。当时吼，我亲自伫台中待两个外月，甲建筑师伫迄个所在，甲因互动，所以吼，人生啊，台湾什么款的代志，多一项咱做无到，每一项呢，我都是亲力亲为，带动大家人去伫咧做。师父定定甲大家人讲，咱。接近了佛法，咱都爱了解生命，咱的生命，生命呢是无常。什么时阵，迄口气吞落去，未阁出来，那就是叫做一生啦。一生，父母给咱的这个身躯生落来。到到最后迄口气停，这叫做一生。一世，世就是时间，世就是时间。这个时间有诶真短暂的时间，有诶真长的时间。师父，甲弟子的缘呐，我嘛真期待讲哦，长大还搁较长呢。啊！要伫今生出世，会缘要互伊长搁较长呢。这个、意思含义就是讲，寿命要较长一个，做者爱做较侪一个。生命长，咱就做侪啦；生命短，咱就做少啦。所以呢，要求讲咱做较侪的，内底含义啦，就是讲生命要较长呢。这呢，是不是咱求会到呢？求未到啦！菩萨们，期待大家人拢会当了解，有机会，咱就做，就讲。这是即马师父会较担心啦。气候变迁，这大地呢受破坏，这一颗地球呢？是已经呢，病了，大地慈母呢疲倦了，病了，期待呢，大家人用爱啦，虔诚。古早人讲吼，要求平安，要求消灾难，就是爱素食，所以嘛是真期待各位菩萨。回首不可，
最好呢转分为数啦。那啊，替师父讲，好话要多说，多说好话就是表示多做好事，分分积行，家己做家己得啦。你多净化一个人，就是呢得一分的德。所以还是呢净化人心。